아 여기 마. 你家狗崽子真的爱看电视吗？狗狗其实看不懂电视，但他们假装很爱看，这样才能陪在你身边。在狗看来，电视画面就像幻灯片一样，显然无法引起狗狗的兴趣。不过好消息是，现代电视机提高了显示速度，这让趴在你身边的狗狗也能和你一起看了。有专家称，除非电视能散发更多的气味，否则狗狗是不会真正感兴趣的。但这个要求就有点过分了吧？狗狗打闹的时候，小公狗会想尽办法让小母狗赢，他们让自己始终处于劣势，输了之后还特别开心。狗狗的尿液有腐蚀性，曾经有太多狗狗在灯柱上嘘嘘，造成克罗地亚当地一些街灯的灯柱坍塌。这是一场由狗尿引发的小型地震。你能再撒点不啊？你烤个火，你能把你烤糊了，你不知道挪一下呀？傻的要死啊！你真是。